两个，8个月。哎呦，那是挺辛苦的吧？啊，是。哎，您排我前面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老公在前面呢。哎，老婆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老公，哎，你还挺快的。啊，挺快的。哎，他那个小姑娘，她让我先看的。是吗？谢谢你啊。哎，没事。给你这个。哎，方总，我在医院呢。童佳倩，你为什么不来上班也不请假呢？我不是说了今天要做产检吗？而且国家规定，孕妇做产检是可以带薪的，而且不用请假。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你就是没有请假。今天下午如果你不出现在公司的话，你知道你的考勤会什么样的。喂，老公，情况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我这人特别多。特雷西说，我要下午不回去的话，就影响我考勤了，怎么办？啊？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老婆在医院检查身体，我得去一趟。中午吃什么？我请你。我吃不了了，你们俩吃，帮我规整一下啊。走了。结婚呀，就得找这样的男人。这样的男的都是被逼出来的，逼成这样不也挺好的吗？哎哎，看这儿，干嘛？这儿就一现成不用逼的好男人，真的？啊，请我吃饭啊？哎，不是你请吗？我可没带钱啊。那你请不请？请。说吧，你想吃什么？这是哥们请客。哎，你等我会儿啊。哎，您别暗号了，这都快11:30了，我们快下班了。哎，护士，我这好不容易请了半天假，您就帮我验了，楼下人实在太多了。这结果可不准啊。哎，不准没关系，谢谢您。那跟我走吧。哎，谢谢啊。那我去排队了，小心点啊。张霞，来，进来吧。哎呀，还没人出来啊！哎，医生。我实在憋不住了，能让我先进去吗？你看这么多人等着呢，你再等会儿啊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我这喝好几瓶水了，你让我先进去吧。大夫，要不先让他坐吧，我再等一个。哎，谢谢您，大姐。没事，那你跟我进来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医生，哎，医生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的检查单，您帮我看一下。我已经下班了。麻烦您帮我看一下吧，我下午实在是没时间了，谢谢啊。挺好的，没什么事儿。那我可以进来了吧？你还没见呢，那还费什么劲呢？见不了了。啊，那不建档会怎么样啊？建档案就是你在我们医院备个案，到了预产期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生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医院跟你相同预产期的产妇已经满员了。可是，那我家离这医院最近了，我不在这生，我在哪儿生啊？那我就管不着了。哎，那医生，您给通融一下呗。对不起，这是我们这儿的规定。这，我现在也能把你收进来，可是到了生的时候没床，那你怎么办？生走廊上吗？你愿意，我们还不愿意呢。你呀，赶紧去别的医院看看吧，再晚点啊，哪儿都排不上了啊。哎，医生，那。
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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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回麻烦大了。什么麻烦？他们不让建党。哎呀，现在办什么事儿怎么那么困难呢？妈，你说，我照那个报纸上打电话啊，挨家打电话，那医院，第一家医院挺大的那个呢，人家不见档案了。不见不见嘛，我给另一家医院打电话，喂喂喂，这个，啊，满了满了。你说现在生孩子都这么困难，这医院都什么呀？还救死扶伤，救什么死，扶什么伤啊？哎呦，行了，妈，这人家医院的规定，您能怎么着啊？本来这家医院是最近最方便的，可人家就是不收啊。按这情况下去，我估计哪个医院都不能收我。哎呀，先别急，再想想办法。佳倩，你快把那个鱼汤喝了，待会儿都凉了。我不想喝，奶奶。这可是你妈专门给你熬的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多吃鱼，啊，快喝点啊！一会儿再喝吧。要是这社区医院能接生就好了哈。胡闹。你倒是从前在家就能生小孩啊！我这不是没辙了吗？哎，我说佳倩，你能不能回去跟你妈商量一下？你妈那边人际广，说不定能想出一辙呢。哎，要不刘明啊，你跟红霞两个提点东西，带着俩小的，看看佳倩她爸妈去。顺便把这个事儿呀也给人家说道说道，说不定这事儿在人家那儿啊根本就不是个事儿。